掌握华强北艺术行情，不做二手韭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华强北阿柴，每天下午打卡华强北各大市场帮粉丝挑选机器。下午的3点半，阿柴也是准时到达市场，先过来飞扬的4楼帮一位山东的粉丝拿一台14 Pro Max 256G 的黑色。这是一台美版的卡贴机，我们可以看到成色的话确实是不错，能达到9899星。不过这台机器的电池效率不是很高，只有91%的效率。其实阿柴办公室里有紫色电池99%到100%的，但是这位粉丝执意要黑色的，所以阿柴就在市场帮他挑到了这台。这台机器阿柴在市场是花了5050拿到，小伙伴们觉得划算吗？确认完成色没有问题，我们过来看一下艾斯的验机报告。有些小伙伴也可能比较多疑，就说这个艾斯也不能全相信啊。确实艾斯的话也是仅供参考，重要的是这些机器我们拿到办公室还要做一下深度的验机。紧接着帮一位江西的粉丝也拿一台14 Pro Max 256G 的紫色，不过这位粉丝下单的是一台无锁的机器，这台机器也不是电池100的，是一个97%的效率。这台无锁的我们在市场是花了6100块拿到，刚刚我们拿到那台有锁的是5050，然后这台机器是6100，所以有锁的和无锁的基本上是差价1000块左右。小伙伴们，如果是你，你会选择卡贴机还是无锁机呢？要拿到机器都搞定好之后，阿柴也要回到办公室开始验机了。今天的市场行情就先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吧。